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，神的话语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的拦阻人认识神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能胜服基督。儿女既像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他要逼着死，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务要谨守惊醒，因为你们的暴魔鬼的人要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不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是平安的神快要将三大剑扛在你们的脚下，魔鬼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要感谢赞美，求你赐福我们的活水的圣教会，保守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，在生活中荣耀你的名。我们要专心依赖你的同在，知道你是我们的高台、依靠、磐石、山寨、保障、避难所，又是我们的拯救、随时的帮助。主啊，求你的灵洁净我们，使用我们个个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、时代的工人，直到每天把福音传播给身边还没有信主的人，能使这些人早日悔改向你，使天国得救的注目早日天满。主啊，依靠你的人不致羞愧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在这里活水的姐妹，在活水的弟兄姐妹们，以他们的家庭、事业、工作、婚姻全部交托于你，蒙恩蒙福的疾病的医治，软弱的刚强，保守我们的身心健康、灵性活泼，保守我们每天平安的脚步，不遇试探得胜仇敌，赐给我们每天服侍你、服侍你的得胜有余。如此仰望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阿门。阿门。